我主要是做聲音藝術，亦都會做視覺藝術或裝置藝術。我很多時用的媒介是聲音和音樂。我做 artwork 就有啲似，好似開個 mind map 出嚟俾啲觀眾睇咁樣。我創作的方法是由音樂出發。我做一個裝置都好，可能我諗啲嘢點樣擺埋一齊，我會當好似作曲咁嘅，呢度一塊，呢度一塊，然後佢哋有 counterpoint 咁樣。我覺得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做 work， 有時候回到香港的時候就會覺得啊，啲嘢要 distill 一下咯，未必係淨係關於某一個事件咯。